从小被人寄养，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这非常符合我们的条件。你潜入76号特工总部担任机要秘书，这事儿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你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也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也只有我们两个，才能向组织上证明你。如果我们两个其中的一个牺牲了，另一个会继续领导支持。要是我们两个都先你而去了，那么你就永远是对方的人。你也跟你妹妹说说嘛。也就是说，你没有组织了，但是你可以重做选择。不要相信那些叛徒和辩解者，他们没有信仰。真假使有一天重庆方面打回南京来，他们肯定会像从前那样接着叛变。欢迎你也回归党国。步你的后尘啊。恐怕不是吧。就是。你是来杀我的吧。这次地下省委负责人带着指导意见和我们一起讨论了，通过了这一份临时的决议，认定了持久战是一定可行的。共产国际会陆续将我党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领导干部派送回国，由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转送根据地。第一批学员方天明、张德昌将由瑞典商船冰雪号运送回国，具体时间和接头方式呢是这样的。怎么样？没事。上面的挺好的。你不好好开会干嘛呢？看我的宝贝啊。宝贝？什么宝贝啊？这个呢是我用在苏联学到的米丘林嫁接技术，把俄国土豆和中国山芋呢杂交在一起，说不定啊能长出一个大家伙。他就是不务正业，在苏联的时候就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打瓦砾石下场企业，在苏联干的好事你都忘了？我干什么了？比如你家的牛奶你喝的少了。管事，我你手剪了。你们俩聊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那我去买宵夜了啊。走。这南方的宵夜你这北平姑娘吃得惯吗？还真没我们北平的有味道。好。那我去了啊。我陪你去。不用了，我刚来还不熟，现在好多了。不是，太晚了，我陪你去吧。打瓦砾石下场棋，还是北平有味道啊！下下下下下。
给你钱。走吧。真漂亮，好不好？我再给你变个角的好不好？嗯，好吗？好，别动啊！哎呦，你好坏呀！哎呀，啊，什么时候揭开的？真坏！那我也给你变一个。好啊，来。那，你往下面看。慢动，慢慢站起来，去开门。用一号密电速告南京张部长，他不是说一号密电只有张部长一个人知道，除非他张国鹏是共产党。速发。我还没挂。二叔，二叔，叔，二叔，叔，叔。叫你不要发电报，不要发电报！你们谍报出的连接雄是我的人，我就怕他破译密码。这帮人到底懂不懂规矩？他们给我坐下！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们。坐下。这都是共党的秘密据点，我已经制定好抓捕计划，就等你们下命令。Thank you.
你到这地方去了吗？这可是中共在上海最秘密的集会点。4月4号，在青岛特工部逮你的当晚，就已经全都解决了。 在死之前，我再给你们每个人最后一次机会。 刚接上头，刘星是我爸。刘星。 杀了！4月4号晚上，你父亲比在青岛的郭长顺早3个小时被捕，所以即使顾长顺当场叛变。 也没有办法支持你父亲被捕，所以出卖你父亲的不是郭长顺，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同时出卖了在青岛的郭长顺和在上海的我。 耀文，小混沌。好。
榨菜多一点，虾米少一点。你吓死我了，吴部长，你没死啊？我在这蹲了两天了，才看见你冒出来。全部组织都被破坏了，这个点也是新建的。我需要一部电台，要尽快跟上级联系上。最近风声挺紧的，我尽力。明天你来。Nationality. Swedish. Position. Captain. What's your name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Anatoly. I come from Georgia. What about you? My name is Boris. My sister from Ukraine. Why were you on a Swedish ship? Well, we are professional sailors. We work for money. We don't care about national territories. We have been sailing since a long time.And all over the world. Do you know the two Chinese guys' passport are fake? 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 What more can I say?叛徒奸细，叛徒奸细。大金王，军师叛徒奸细，叛徒，你这个叛徒奸细。一晚上没活儿，来，给你点活干。来，把这个搬着。好。
去最近的花店。哎，好嘞。搬下来。来，放这儿。哎，老板娘你好。啊，这个东西呢，在你这放两天，我付你工钱，隔三差五浇点水就行了，不娇贵的。哦哦。啊，啥么子？干过？这是我的农业实验品，我是研究植物的。啊，先生一表人才。哎，是刘洋回来的吧？让你看出来了。嗯，他还没出去，我们过去吧。慢点。给我来包这个。是他出卖了郭长顺，和四月四号在上海开会的同志们。被杀的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顶替吴冠生的冒牌货，他们最后把他给放了。为什么？昨天他们探到了我们接头的点，今天七十六号就派人把点给端了，可具体用意现在还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撤离七十六号，但是回到组织还需要程序，提前多两天，等我消息吧。哥，嗯，你要小心点。欢迎王主席光临，请王主席指示。坐。精诚团结，报效民族，报效国家，是中山先生一贯倡导的。陈小姐，上车吧，我送你一程。不用了，谢谢。雨那么大，别客气了，上来吧。王主席刚才的发言，要抓紧时间整理出来，那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晓得吧？别开灯。冠生哥，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上海海关扣了一艘瑞典船，船上有我们的人，务必查找有关消息，尽快告诉我。关生哥，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你是？我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误解，但是我不希望从你的口中说出那两个字儿。去核查审讯我的卷宗。就这个。先生，干嘛？侬看看呗。逮捕的共党审讯记录已经完成，是否归档？可以。但没有武冠生的自首记录。是绝密，不做记录。但现在报纸登出来了，是否做一份自首备注？可以。时间呢？4月8号。去买包烟去。下场棋啊，下场棋，我真是服了你。你走到哪儿，你都能见一个爱一个。这苏联，你惹你啊，那是爱的死去活来的。现还是清秀，跟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自然真实，不像你一根筋。上海和青岛的事情，除了最高领导者之外，就你我知道。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我是出卖者，你有什么感想啊？我不信。我也不信。我不信三年不见你今非昔比。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什么？你我之间肯定有一个是叛徒。老五，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你死我活。你什么时候叛变的？我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叛变的。在刑场，他们一连杀了4个人，我疑惑为什么留下了我一个。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为了让你沉底无患，可谓下了血本了。先让你杀了郭长顺，排除嫌疑，再在刑场把我给放了，暗地里跟踪，端掉了跟我接触的地下联络点。
再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让组织相信我就是叛徒，像杀新民会一样，以铲除汉奸为名，正法我武官生。这个计划到现在，那可谓是水到渠成，何为在即了。对不起了，老五，现在你就是叛徒。是你，是你出卖了这一切。是你，是你出卖了刘群。他是马一林的父亲，还有其他同志。我有证据，你有吗？没有，只有你我心中的真相。李栋，我马上就要死了，咱们两个也是知根知底儿的，你能不能告诉我行动的暗号是什么？反正说了，你也是死。我起身倒茶，子弹就会射向你。哦，我枪手在哪儿呢？别动！这个绳连着凳子底下的手雷，只要你一动，他就会想，我知道你是个爱命的人。啊，马小姐，麻烦你陪我走一趟，谢谢啊。下面，撤！老实点，报纸看过了吧？哥，共产党要杀我，76号把我当诱饵扔出来了，我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只有投靠你了。按说我不该管你们那些破事儿，不过看在过去在运输线上你帮我挣过大钱的份上，我也不能不讲点义气。呸！你就是个叛徒。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们两个是共产党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谁叫方天明？是我。啊，那你一定是张德昌，想利用甲的身份蒙混过关，想都不要想。怎么样，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们是为了实现理想而回到自己祖国，无话可说。我就管你三天，三天之后你就自己保重吧。五天。三天。五天。你说你啊，你跟着我一块做生意多好，非要去搞什么主意。搞钱，钱就是主意。哎呀，这脸上被女人吐了唾沫，不洗干净的话会长雀斑的。哟，谢谢。这女的什么人呢？我的人质。赶紧把她放了，有你一个就够麻烦的了，多个冤家多一份得罪。先压着不能放。先带小姐下去休息。你要是把他一放，马上你们家门口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全都是他们的人，就等我出去一顿乱敲。你看看你这人缘，前后左右都让你得罪光了。就五天啊，杜老板仗义。假如武官生是叛徒，这两个多月里他早就应该出卖我了。另外，我和武官生在茶馆碰面的事我只和你一人说过，为什么76号的人都来了？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他已经叛变了，一定会找人埋伏。那他为什么要逃呢？他应该和76号的人一起收拾现场才是啊。哥，你肯定是误会冠生哥了。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冠生哥不像是这样的。那天汪精卫来开会，我做的全程记录，他们没有必要和我来演这场戏，更没有必要让汪精卫来唱双簧。即便如此，为了防止汪精卫的讲话只是泄露，他们也应该在会议之后就逮捕我。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武官生不像叛徒。小美，你太单纯了，还是不要牵扯到这些事里来。你只要记住，会永远保护你的人只有我。瑞典商船上有两个人，一个叫方天明，一个叫张德昌，他们都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海关已经移交给我们了，现在就等着主席批示了。他们都是武国生的同学，你们留这样的活口有多麻烦你知道吗？不，就算他武官生现在弄明白我当初究竟为什么要放了他，那已经晚了。哼，现在你说他是叛徒，那他就是叛徒。你要说他不是叛徒，他就更加是叛徒。可是他会缠住我的，会缠住我的。放心吧，在逮捕青岛、上海两地共党的时候，我都已经周密的计划好了，这个石盆子一定要扣在吴冠生的头上，这样
有利于你将来长期的潜伏下去。要是当时我把武冠生和其他六个人一起枪毙了，那么共党调查怀疑的第一个对象就应该是你，所以我才将计就计，我安排你亲手干掉了郭长春。为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获得更高的信任，明白吗？这些武冠生他全都看出来了，他看出来又能怎么样？你现在只要让他们相信武冠生他是一个叛徒，那不就行了吗？没事儿，你可以跟他对簿公堂了。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哎呀，好了呀，侬放心好了。现在不管了啥地方，到啥个辰光，武冠生都是挨枪子儿的命。听口音，马小姐是地道的皇城根底下长大的啊。我爹家是祖传耍中幡的，在天桥和牛街一带很有名的。我早年也在那一带混过，那一带回民多啊。北平还有什么好吃的早点啊？大同小异吧，也都是豆浆油条什么的。还有那个豆汁儿。我听说那东西臭的特别难吃啊，这豆汁儿跟什么一块吃来着？油饼。啊。马小姐，前面拐弯，车停下来，你就可以走了。停车。哎呦，原来是杜老板亲临啊！哎呦，我这个花店今天在上海滩上可是蓬荜生辉呀、啊！东西呢？怎么那么这？这个呢，已经是长了有两个多月了。一个俄国土豆，一个江西山芋，俩呢都这么大个，你杂交起来呀、啊，它就这么大，比冬瓜还大。吹。我不听你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做生意，你懂得呀，要先看货色。这还没长成呢，这咋看呀？我不管，来，把它拿出来。这还只是半成品，那将来长成了，怎么着也得这么大。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来啊，带回去。张琪。一个土豆二三两，一个山芋五六两，杂交出来一个起码超是十倍二十倍重的东西，加上这又是农业科技新品种，那绝对可以定一个不止十倍二十倍的高价钱啊。国外运一船土豆，国内弄一船山芋，搞一片地一种，收成绝对超过二十船三十船，一本万利啊。玉又解决了人民温饱，功德无量。主任，东西呢？让杜少王给带走了。
这为民造福挣大钱，这应该有个好的名字才是啊。那就叫中国马铃薯。中国马铃薯，好听。怎么样了？平力不清。是你业务不精。去了。不许干私活。这跟外国人密定联系本来就是私活嘛。船运啊，土豆啊，这都是私底下过来，想发财哪有那么容易。我怎么看着你脸色不太对呀？你怀疑我？你说要搞钱，我帮你搞钱，你还疑神疑鬼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疑人，行，我不干。不疑，不疑。你小子聪明，有能力，就是脾气太倔。哼，我属牛的，我能不倔吗？属牛？我看你是属驴。啊，杜西藏，侬好啊。我听说您把我监管的花店盆景搬回了自己的公馆。我还听说共党自首分子武冠生也躲在贵府。是啊是啊，只因往事互有关照，所以我才仗义收留。好在也就五天，五天之后就让他离开这儿。不过他离开我这里之后，还希望七十六号悉心呵护醒悟之时哦。那是一定的。哦，杜西藏，不好意思啊，我还是希望你把盆景归还给我，好让我方便监察嘛。啊，好说，好说，好说。你前世积德，运气好。什么意思？上海海关扣押了一艘瑞典船，船上全部都是土豆，把它接过来，你就发了。哼哼。哎呀呀，这个东西被你们搞成这样了，压体了，哪能委得我呢？葛馆长，事成之后，肖主任那边我会分一杯羹给他的，请他放心。瑞典使馆已经出面交涉了，估计马上就会放人放船。现在的关键是要把那两个随船进关的共党
快速的处置掉。我怎么听说，那船上有农产品技术方面的专家呀？杜老板，不要插手政府和工党之间的争斗。葛馆长提醒的对，那种事情我绝不插手。不过，那几个外国人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呢？哎，杜老板，又何必管那老毛子的闲事呢？杜某管的可从来没有闲事哦。好吧，既然杜老板如此关照，我当尽力而为，请杜老板放心。你都自首了，就别再为那两个被抓的共党操心了。什么农业科学家呀，有你不就行了吗？这两个专家很重要，我们还要靠他们挣大钱呢。只要处理了那两个共党，我就有办法把人和货都弄到我这儿来。嗯，不过什么？你说的那个秘方可靠吗？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得相信历史吧。来，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历史的由来。这个俄国啊，它以前没土豆。200多年前，彼得大帝到荷兰去出访，才得到了一麻袋的这个土豆种子，还有增产秘方。这个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那全世界全部都是饥荒啊，俄国就凭着源源不断的土豆，那是渡过了难关。可靠消息啊，俄国农业部秘方的照片现在就在冰雪号那两个洋鬼子手里头。既然都到了中国，那就是奇货可居喽。只要是好生意，我从来不惜代价。这就是好生意啊。嗯，你看我的这个嫁接技术，再加上这个秘方，你就等着数钱吧。你就挣钱好啊。那就咱们谈一下关于我的这个。你的什么？我的分成。你还要钱呢？啊，谈钱是吧？好，你在我这儿住了5天，一寸光阴一寸金，那都是钱。可是么子太结棍了，弄死了。带回去，要好好研究他的性质。是。主任，汪主席手谕。有苏伏龙之军事学院引进之共党分子方天明、张德昌，处决五环，即执行。干什么呀？多谢杜老板几天的关照，我在这里顶礼回报了。既然杜老板出言不义，我就先出一天，少活一天了。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要钱，他没什么用。那万一要是活下来了呢？不可能。你呀，走吧。居然让我走大门！你居然让我走大门！你不怕我一出大门，长枪短炮的把我打成马蜂窝，我变成一厉鬼，我成天在你们家门口，我悠来到行了，我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办事儿的？那好，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办？走你家暗道。
那是我给党国高官专门准备的通道。你，哼，抗战初期我也是一团长，那级别也不够。只要你让我走暗道，嫁接技术我给你，分成的事我也不提了。如果你不仁，我就不义了。我现在就出门，让他把我打死，我变成厉鬼。好好好好好，我答应你，走，你赶快走。来人呐，给我送瘟神。请转告肖主任，按照他的意思，吴冠生我已经扔出去了。谁？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是杜尚皇，他把你的行踪告诉了萧良丹，他们马上就来。来了。这么快？我说的是你哥。什么？他们都要来，和那天在茶馆一样，地下组织和76号共用情报，要置我于死地。走。去那儿，上面。队长，全搜过了，没人。走。怎么会是他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搞的？
我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你，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岂能冷冷清桑？要是伊不死，岂不是侬去死？ Come out. You, Captain. Where are we going? You will know when you get there. If they are just goods, they will bring two slaves back. The Mongol Emperor Du Xisa is preparing that one who was killed, Alaskazu. He called you. 是因为知道你在国外待过两年，对外国的共产党比较了解。你呢，帮我们审查考证一番，以防后患，对吧？若无大碍，啊，我们就准备挣一笔了，啊。阎锡山，阎将军，他为什么要租你们的船做生意？ Warum muss der General Jensen Jensen mit dem Geschäft zu machen? Ausländische Schiffe sind bequemer. Gewisse Güter lassen sich besser befördern. Außerdem besitzen wir über Beziehungen mit langer Tradition. Zu beidseitigem Nutzen. 外国船方便，有些货好处理。再说这是早就建立的关系，互惠互利嘛。 Sonst noch Fragen? Hat er Wunder? Na gut, Zalo. 脑子却得根筋。既然没什么名堂，那就赶紧把船上的杨山玉。 运到九江关口，我派人去接。这可是一本万利，一个俄国的洋山芋，一个江西的小红山芋，杂交配对儿，就能长出一个比冬瓜还大的大家伙来。<笑>一定没那么简单。 问题在哪儿呢？我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去执行，目前我处境艰难，恐怕是凶多吉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任务。我把任务内容用密电码写在这儿了，你分头隐藏。 要是我出事了，立刻拿出来翻译。你不会有事的。这是我党绝密密码，只有我和潘浩同志两人知道。在危急的时刻，我也曾经使用过，不知道现在中央是否弃用。要是我牺牲了，无人证明你的身份，你可以用此密码发报给中央。 过去，最后的信任，要是我没有成功，我希望你能把你哥是叛徒的证据找出来，报告给中央。明天下午4点，在法尔斯公园等我。
如果我不来，你就走，明白吗？那你一定要来。好，我一定来。快走！一、二、三。现在起，你就要长期的潜伏下去，有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只要没有指示，你就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给我好好的干下去。觉得不对啊，怎么每次杀五官生各路人马都来了？我也觉得是吧，我也觉得。Vorher der Käufer euch beauftragt, mit General Jens zu verhandeln und die Ware weiter zu verkaufen. Bei diesem Geschäft bedarf es einer Anzahlung von 50%. Andernfalls lässt sich die Ware schwer verfrachten. 先前买主由你们和严将军交涉转手，我们先收你首付需50%，否则不好发货。这个条件可以接受，不过50%兑付以后，这批货应该由我们派人押送到我这里。Diese Bedingung können wir uns durch den Kopf gehen lassen. Nach der Anzahlung von 50% dieses Auftrags sollte die Ware während der Fahrt von unseren Leuten an Bord bewacht werden, bis es bei mir ist. Das ist auch die Meinung von Herrn Xiao. 明白。明白。就这么走了，我可是一只手把你拉回来的。最怕就是这样。你忘了，野战潜水，我年年是班里第一名啊。我妹妹呢？是她告诉你我在这儿的。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要把它加在中间。我实话跟你说吧，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连美国都进攻了，所以那边才更有希望，你知道吗？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想过长美吗？我怎么没想过？我只有这样一个妹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他如果不是因为心里有你，以他这样的性格，根本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们的狗屁信仰根本保护不了他。吴冠生，现在两方面都要你死。你死了以后，就只有我知道他的身份。只要我不说，他可以永远是政府的人。可是万一共产党赢了，我也可以证明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员。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共党赢，我都不怕，他也不用怕。那个，我先纠正你一下啊，不是什么我们的狗屁信仰，那也曾是你的信仰。别跟我说这些小儿科的事情，全都过去了。那我告诉你，常美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我，他的信仰来自他的内心。 他太单纯，所以我必须保护他。所以就要杀了我是吗？最后一个问题，你他妈是什么时候叛变的？在去北平接应北方局领导的火车上，我被捕了。我同情你，一个失去信仰的可怜虫。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你在跟踪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重要？我曾经是你的女人，但现在我是你的敌人。别动！ 他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你的真相，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你必须成为共党的猎物。我还一直奇怪。 为什么那次你拔枪的速度那么快？最后我告诉你，叛徒只可利用，不可相信。
来人呐，哥，哥，哥，快醒哥！怎么回事？别哭了，答应我，替我保护他一辈子。答应我，啊，我答应你。电话打过了，再过七八分钟，你们的人就该来了吧？啊？来来来，送我一程。别耍花样，小心我开枪啊！去东边。在前面那个女人身边停下，上车，快点！拉车的这个是76号的特工，他为什么会通知你来杀我呀？别动！你就是用这个干掉夏长奇的？你不是北方局刘群的女儿，你家世代在天桥耍中翻，你居然不知道豆汁儿就什么东西吃？你说是油饼，错了，是胶圈儿。这还要感谢杜老板的提醒。还有，在茶楼，夏长奇的屁股抬不起来，你故意打翻了茶杯，通知76号动手，想双管齐下杀掉我，结果呢？两败俱伤。我不死，对夏长奇的卧底永远是个威胁。可你们怎么也杀不掉我，只好反过来把他杀了灭口。表面上看，他是为革命牺牲，我还是个叛徒。哼，你们的这出鸳鸯连环计失败了。但你还是个叛徒。不见得，潘豪同志已经停止了一切行动，这证明他也看出了问题，他也在调查，在找证据。找到了吗？我就说嘛，找不到证据的，你永远都是个叛徒。叛徒，也许我永远都会背上一个叛徒之名，但是现在我不是。你应该知道把他送到哪儿去，对吧？这是我的新实验，我把番茄和柿子杂交到一起了，说不定啊能长出一大家伙来。老板娘，报纸来了。三宝子，没订过报？我订的报纸。啊？
怎么样，多老板，还满意吧？哎，多老板，咱们该谈谈咱们的分成了。你小子说话不算数啊！啊，我就要几箱，能够继续我的实验就行了。哼，什么时候你小子胃口变小了？啊？没有杜老板，冠生我活不到今天。这全当是冠生的一点点心意，以后还要希望杜老板多多提携。把那箱也打开，打开。都是土豆。好，成交。不过，那个吴某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您那个党国高官的专用暗道，还有杜老板您的专用卡车，借我一用。我说。好，走，你快走。不过你记住，以后这种生意不要再找我，永远不要再找我。杜老板，仗义。Анатолий, что означает твое им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Мы решили тебе найти нов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имя. Оно буд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Илья Фантин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также Борис. Вот мы также тебе придумаем нов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имя. Это китайское имя будет Чан Дэ Чан.方天明和张恩强是这期最有趣的两位新人，他们的军事就是对中国革命很重要。你们负责一个保卫，不必讲，他俩定案不送到了。还有船上有的确的根据地的药品，也必须安全送到根据地。大哥多谢了。原来还大，越长越大，花盆撑不住了就炸开了，这盆里的土也被它吃得差不多了。你们都来尝尝。
伊乐到底想做啥？报，有个报童让我转交一封共产党的信给主人。 肖主任，这个中国马铃薯纯粹是一个科学实验，因为中国老百姓太苦了，总是吃不饱，嫁接成功一个大家伙当粮食，也算给我们老百姓温饱做点贡献。这里边可供研究的东西很多，或许共产国际和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相结合，将是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特色。树告，武冠生。 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些，下面请张部长讲话。坐吧。我现在一想到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主席，恕我直言，如果共产党站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还是不知道。 Thank you.